晚间6:15为您发布个最新的消息，那就是刚刚为您报道，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贪案之前，虽然以1200万元二度交保，不过检方不服再提抗告，今天下午2点再开羁押庭，最新的结果出炉，郑文灿被当庭收押，稍后也会有更完整的报道提供给您，请您持续锁定三立新闻频道。